欢迎来到西安古城数据恢复中心啊！咱们现在来拆一个包裹。好，大家看见了啊，这是一个3.5寸的，这叫辅什么科技啊？留了个电话，叫数据恢复。大家看到啊，这是一个细节500G 的啊。那接下来咱们去设备上检测一下，看什么问题。好，咱们把这个盘啊，然后接到我们的设备的零号口上面啊，咱们进行检测一下。好，咱们啊已经把盘接到我们的零号口上面了啊，咱们现在来加电啊，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好，据我们听这个盘的声音和这个反馈的信息啊，这个盘确定是磁头损坏。那咱们接下来去我们的无尘仓啊，无尘室，看一下这个盘片有没有划伤。如果没划伤的话，咱们换一个全新的磁头啊，咱们再接着啊，接到我们的设备上再通电。看能不能顺利的把这个数据给克隆出来啊。那咱们现在就去那个无尘室开盘看一下。好，咱们现在啊已经去无尘室开盘，把这个换了一个全新的磁头啊。换完磁头，我们再次接到我们的设备的零号口上。好，接下来咱们再次加电。好，这个盘啊现在固件还是有一点问题，那我们接下来还经过特殊的处理再进行去修复啊。经过我们刚才各种固件的修复之后啊，咱们现在已经盘顺利的能就绪了啊，咱们现在进去看那个数据能不能顺利的刻出来。好，大家看到我已经进来了，而且上去啊访问都比较正常。好，咱们来展开摸漏啊，看能不能顺利的展开。从目前的状况来说啊，状态来说的话，这个数据没什么大问题了啊。那咱们接下来就是这里面有客户的信息，咱们就不往下点了啊，咱们就顺利的把这些数据给做出来就可以了啊。大家看到啊，这些上去都可以正常访问啊。那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。